不舒服，头不舒服啊，头不舒服，头不舒服啊。那天天上好多好多飞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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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好多飞碟飞，好像在满天飞啊，好像在满天飞啊，在满天飞啊。嗯，然后看到那个一些壁画，壁画之类的。现在那个飞碟，飞碟主要在欧洲一带活动，现在飞碟主要在欧洲一带活动，在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，在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。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，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，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。现在，现在那个飞碟啊，飞碟啊，飞碟啊，已经去了欧洲了，在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，在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，飞碟在清理欧洲一带的核物质。现在飞碟正在清理欧洲的核物质，清理欧洲的核物质。欧盟呢，那个24颗卫星呢，那时个时间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只是不是大规模的清理，现在已经大规模的清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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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大规模的清理。日本呢，已经清理了很多了，已经清理了很多了，已经清理了很多了。上次日本那个，因为得到疫情以后，日本呢其实做了切换，因为他们知道，看到了纽约大地，大停电，纽约大停电，然后呢又看到了人家给他们留言，有人在疫情说，日本呢在东京湾以东会停电，所以他们提前做了切换，他们提前做了切换，把核电转到普通电上了，把核电转到普通电上了，就避免了大停电。如果现在欧洲那边如果不切换的话，如果不切换普通电厂的话，那么用核电呢有可能停电，用核电呢有可能停电，因为库伊政治呢没有发法文的或者德文的意见，估计法国和德国那边的人不一定看到，那么有可能就是说那个德国、法国一带会停电，德国和法国一带停电。日本那边呢得到了预警，因为杜氏给他们讲了一个，告诉他们纽约大停电以后，接下来要到日本了，所以呢，日本做了切换，就避免了停电。现在就看那个欧洲那边。法国和德国了，如果没做清理的话，那么轮到他们停电了。如果做了电路切换的话，那么就，那个事情就没问题了啊，就不会发生停电的事情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